厨房，特为女眷备下金丝藻全做小食，这小食用了十多道工序才制成，算得上惊喜。诸位姊妹尝尝吧。好的，先尝。程家妹妹怕是第一次吃吧，多吃点。不就是金丝藻吗？有何好稀罕的？我手刃过一头豹子，亲自剖心剜骨给阿父泡酒，你们呢？怕是从未喝过吧？万七七，今日是郡主生辰，你言谈举止怎么像似茹毛饮血的野人？御前宴饮时，家父拿豹骨酒前去献宝，圣上还夸我是将门虎女。怎么，你是想说圣上也是茹毛饮血的野人吗？这枣确实美味。程家妹妹弄错了，你尝的这个不是真枣，金丝枣是用蜜糖裹牛油细面蒸制而成，形如蜜枣却不是枣。圣上平定天下后倡议节俭，你呢？这就开始以奢靡贬人了。别张口圣上闭口天下的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身上的穿戴。就是这么体谅民间疾苦，怎么不自己穿着破衣烂衫去田里耕种啊？怕是不舍得自己这一身金银珠宝吧。戚家子随万将军再来征战多年，要抚恤伤亡兵卒家眷，并不比亲自耕种来得容易。谁会花十几道工序做上这样一份点心？更何况将士们在战场上血里活里搏杀，你们却在这平安都城里大吃大喝，这般精细日子我们武将家眷可过不了。这样的宴席我们不吃也罢。还有阿姊们桌上这些好吃好喝的，上靠苍天庇佑，下靠圣上夜以继日为国操劳，更靠前方战士们尽心竭力，你们想着这般福气讥笑我们武将之后，也不知怎么好意思。程家妹妹气性太大了，我们不过是开玩笑罢了，别在贵客面前闹笑话。哪儿来的贵客啊？你，你，还是你是贵客啊？王玲，少危言耸听。是十一郎，十一郎今日要来给郡主庆贺生辰。哎呀，我忘了。程家妹妹好像一直都被关在庄子上，都不曾有机会见过十一郎。不如这样，今日呢，你先乖乖听话，没准能瞧上一眼呢。黄玲，瞧你那脸花痴的样子，你想见十一郎，自去见好了，攀扯少商妹妹做什么？哼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不过是十一郎。那我可要失陪了。哦，对了，王雷，十一郎倾慕我已久，可惜我对他毫无兴趣，见面也只能徒增尴尬。失陪了郡主。我就是倾慕你许久，但你却对我毫无兴趣的十一郎。林将军来了，快请坐。林不疑，
就是失恋了。完了。哎呦，七掐子，汤子。鲜血是方才金丝草有问题，我不。哎呦，肚子疼。林将军能守我的请柬，来我的生日宴，一场很高兴。在下已经后悔来了。我看这汝阳王府，容不下武将。林将军驰骋沙场，屡立战功，我等仰慕还来不及，怎会容不下呢？方才是与程家妹妹说笑，若真瞧不上新晋武将，也不会邀请几家妹妹来此。可我看这席间，并无任何武将家眷。真请了，少商妹妹和七七妹妹刚走，昭君妹妹有些小事也未曾入席。林将军去往何处啊？宴席即将开始。少主公去找拾不得金丝藻的武将们聊聊。等等，十一郎就是林不疑。林不疑就是十一郎。你连十一郎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，就夸口说他倾慕于你啊？我那不是想气气王林吗？谁知这么巧啊！可林将军看似与娘娘十分熟人，谁与他熟人啊？你可还记得舅公被抓？嗯，他当初抓舅公之时，我隔着撤帘给他指了一条路。谁知道他这个人恩将仇报，来我府上对着阿父说了一堆有的没的。你们可知晓，玉昌郡主心仪的便是凌不疑。那日灯会，玉昌郡主落水，你们可知道？我知道。我那日刚好去凑热闹，却发现玉昌郡主在浅水里假装扑腾，还纵横蒲拦路，我便一脚把他的仆从踹了下去。谁呀？快！后来就露馅了。那当时可是你坐下的。我早就听说玉昌郡主落水啊，本是为了吸引林不疑，没想到被你这一脚给穿露馅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那两只眼睛哭得跟烂桃似的，全都城的人都在看他笑。七瞎子，嗯，此事大了，此事千万不要说出去，莫要让我阿母知道，她知道定会扒我一层皮的。这哪是生辰宴啊，分明就是鸿门宴，不来也罢的。我也是最讨厌啊与那帮惺惺作态的世家女相比，还是程家妹妹最合我心意。是我，昭君妹妹，昭君妹妹，你等等我啊，昭君妹妹。世子，你别这样。昭君妹妹，昭君妹妹，昭君妹妹。世子，你别这样。世子来郡主生辰，所谓何事啊？今日与你相处，十分透气。我有意向何家提亲，可是你总是回避于我。可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令昭君妹妹生厌呢？你我才认识几日啊，现在提亲是不是太快了？况且我还身有婚约呢。你是说楼家那小子？啊，你不是都说了吗？
他憨傻呆愚，只会说教于你。可是我若悔婚，阿瑶会被全城笑柄的。你处处替他考虑，可他却不懂得珍惜，还总是惹你生气，我瞧了心疼。程家四娘子吗？你今日怎么穿得像个狼袄？关你何事？我父母如今都不穿这颜色了。关你父母何事？我恩师已收到桑夫人的信。这关你恩师又有？你若是想道谢的话，那便就好好说，上来就说气人的话。多谢女公子，恩师原本郁结在心，落落寡欢，今日已好许多了。今日在下特向你道谢，善见言出必行，将来你若有难处，我定不推辞。好，我记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既不会让你忤逆谋反，也不会让你背信弃义，更不会让你娶我。此事了结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谁跟你就此别过了？你们果然在这儿。你要做甚？我还想问你们做什么？方才我听得明明白白，他要去何家提亲。是啊，萧家是有此意，可我还未应允呢。若你肯对我好些，我便向阿父回绝此事。毕竟你我二人自小定亲，我也不忍令你将来被人耻笑。你只管去嫁他好了，我从不留恋于你的婚约，只不过娄家重信守诺，曾忍到今天。好啊，谁稀罕，那就退亲。不如你索性去嫁那萧世子，他从来不像你这般气我，他善解人意，比你强千倍百倍。我告诉你，日后成亲，我便随他回冯一郡，到时候闲来我们就去游山玩水。他还在蜀中建了一个别院，说将来便送我了，日后我与他不知道有多快活。你我说不定连个命都见不到了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好啊。站住！看什么看？再看我挖你眼珠子！女公子，对不住，别往心里去。又不是只有我一人在。袁善剑，你混蛋！你要躲起来，为什么不拉我一起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要与我就此别过吗？我今日就是要告诉你，此事完不了。你可知方才那两人是谁？那位郎君是河东楼氏二房幼子楼阳，另位女公子是何昭君，萧齐将军何勇之女，两人自小定亲。我又不想知道，这跟我有何干系？你也大了，非但要读书识字，诸如世家谱系、祭祀礼仪，你也都该尽快学起来。我见你除斗气斗嘴，诸事不会，程夫人就对你没个打算。是否因刚回都城，尚未来得及为你们姐妹寻找女师？我可举荐一二。你走开。若是萧何两家结为姻亲，那么此案便会牵连更多的人。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了结。去查一查，这半年来蜀地有哪些官员来过都城。少主公是怀疑萧世子与蜀中勾结，前几批军械都运往了蜀地，
蜀地归降多年，早无战事，他们买这么多军械干什么？怕是蜀地早有二心了。我们必须早做筹谋。这个袁生当真是脑子有问题。唐子的手绢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陈家三娘子落水了！救命啊！陈家三娘子落水了！救命啊！救我！唐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水中啊！我就知道是你们，私通龌龊之事，只有你们干得出来。娘娘，不要跟他们置气，免得给家中丢脸。丢脸？你非但破坏郡主好事，还有意勾引十一郎。这世间还有比你更心存龌龊之人吗？也对。你从小，你父母就把你丢弃，你二叔母又不曾教过你，怎会知道何为光明磊落，何为规矩守礼？这一肚子的阴损痴德之事，也只有你这种粗鄙无伦、无父无母的人才能做得出。可怜劲儿的，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呀？这是谁家的女娘教得如此不懂规矩？王家娘子是我家贵客，你这女娘怎么能随意出手伤人？这明明是互殴，怎么能算烧伤一个人出手伤人？老王妃息怒，今日之事各自都有错，但就算再气也得先找个医室给王家的女公子瞧瞧，倘若是伤了容貌，怕是晚矣。少商妹妹伤得如此的重，王家娘子，你下得好狠的手啊！你，哎呦，我从未下过狠手，明明是他先动手的，他分明就是个疯子。证据呢？我没错，是我先动手的。我路过花园之时，我发现我不识水性的汤子被推入湖中，他们就是想逗引我，然后想害我，还说我什么粗鄙无闻、无父无母、无人教导。我再无父无母、无人教导，我也干不出视人命如草芥之事。那如此说来，今日之事倒是我们做父母的
没有教导好自己的女儿了。灵儿素来刀子嘴豆腐心，平日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，今日就算她说错话了。她并未说错话，她一字一句都是对的，此事我无法辩驳。不过她害我亲人，将我堂子推下水，实则不能原谅。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，难道少商妹妹是因为懒惰蠢笨才没有好好读书识礼的吗？知道人家有隐痛还得理不饶人，便是世家教养吗？今日他们还说我们武将之后缺少见识，可是懂规矩的程瑶妹妹不也被他们丢下水了吗？瑶瑶，你说是不是他们？瑶瑶，你还能说话吗？瑶瑶，汤嘴说不出话。你看人家泱泱可怜的，那又如何？不过是姐妹间玩闹而已，怎能轻易一言不合便动粗？万一文修君追究起来，你们可都担当得起惩罚吗？不过是小女娘间的玩笑，也不能伤及无辜性命。老王妃若是要罚，必须两个人一起罚。先动手的才该罚。是王家娘子先推汤子下水的，他们还想用绊马绳把我绊入湖中去。血口喷人！你无凭无据之事岂可乱说？林将军到。诸位，这是我手下侍卫方才在花园之中拾得的绊马绳，这绳尾之上还有府上印记。老王妃若是想学人查案，则需要证据，而这就是证据。子胜，你可真有意思，怎么还把一堆烂绳子捡回来了？我说了，这是绊马绳。程阳侯夫人若是不信，可看一下楼家女公子的双手。她害人不成，手还被绊马绳给磨破了。此举甚蠢。子胜说的哪里话？不过是家事而已。此事关乎性命，老王妃若是审理不清，明日廷尉府我亲自审问。告辞。我方才都说过了，不过是女公子们玩闹而已，也值得我们这些长辈们如此兴师动众吗？还说什么廷尉府？依我看，此事不如就算了。就是，王家女公子的母亲文修君今日又不在，那自然是算了，否则怎可这样轻易了事？你说呢，程伯夫人？疼，这儿。
屁郡主王娘子。你公子好好带贺礼上门，怎么被他们打成这样？他们也太嚣张了些。什么叫被他们打成这样啊？你是没见见王家娘子，那被我打的才叫一个惨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自己打，有输着呢。自己打的，女公子，你自个儿照镜子瞧瞧，伤成这样了还说什么心里有数？哎呦，你别说，这左右两边还挺对称的嘛。姐夫，你放心吧。你别看现在是肿，如果过两天定能消肿。可您王林不一样啊，我掐在他腰上那几下，手法可谓是奇绝，保管他几天起不来床，没一宿都睡不着觉。女公子，女君请你去九追堂问话。梅芳，快去跟阿兄们说，让他们都去九池堂等着救命了。是。哎，等等。阿父，阿嬷。哎呦，哎呀，不是说只是打闹吗？那个姓王的小娘居然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！哎呦，我的儿啊，疼不疼啊？还能看见为父吗？阿父不必担心。啊。见过阿母，这里。见过阿母。行了，受伤的不止袅袅。将军，你就别只顾着看自家的孩儿。啊，其他小女娘的脸也被打成这个样子了。啊，好，好，打在了其他的地方。小女娘打架，花拳绣腿，出不了重伤，是能折断肋骨啊，还是断手断脚啊？还能有脸要紧？咱们家袅袅还没有许配人家，这脸要是好不了，我跟他们没完。哼！哎，少商，我问你，今日你可知错？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你还问他错？你若是有理，为何不找长辈来论，却要大打出手？我不管你是否真心认错，明日你务必去王将军府上给王林赔罪。我去不了。王林他是活该挨打的。好胆色呀。我倒是要看看今日你是否知错。
阿母，阿母，阿母息怒啊！阿母息怒，阿母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阿母，你娘都已经挨过打了，可不能再责打了。是啊，不能再打了，都打成什么样了？可怜的袅袅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滚开！滚开！统统都给我滚出去！你们看看，把你们阿母气成什么样子，还不快给我滚！等着在这领罚吗？滚滚，快点滚，快滚快滚，都滚，滚滚滚！谁让他滚的？啊？谁让他滚的呀？啊？你不是说都给我滚吗？我就让他们全都滚了。那你为何不滚？不敢呐，我怕滚出去就滚不回来了。行了，哎呀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没人了，真的没事儿。哎呦，到了，哎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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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晕了。哎呦，孩兄们不必担心，娘娘好着呢。嗯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好着呢。若是我与少公在场，妹妹们也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啊。阿兄，这是哪里话？若不是你们今日来得及时，娘娘又要受一顿逼肉官司了。只要你还在府中一日，就逃不得这顿打。这阿母要想罚人，何曾落空过呀？娘娘，现下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不如用我的惯用法子，跑，确是个好办法。每次少公跑出去，躲躲再回来，这阿母若是过了气头，总会说清一些。也不是每次，十回有那么一两回能酌情就。那也好过毫无指望的等罚，要不还是回去认个错。你想让我回去挨打？我这辈子也干不出那么愚蠢的事情来。娘娘，都怪我，若非我未能小心谨慎，怎会着他们的道，更不会惹下这般大祸。堂子不必内疚，就算是不为了堂子，我为自己也定会找时间去收拾他们的。更何况，堂子在阿母心中本来就是安分妥帖，就算是惹祸也是一时失控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即便是救人惹祸，那也是有意返还。我心意已决，刺伤的法子好，我此刻就跑。这样不会再给阿母添堵了。你若真要走，我跟你一起。对，要走一起走。哎，可别可别可别！若是阿兄们跟我一块走，那得挨三分打呢。还是我自己走吧。阿兄们，堂子，娘要走了。哎，那连房同女公子去。女公子，你穿得如此单薄，不如回去跟女君告歉吧。总比在外面冻死强啊！我也是，第一次离家出走。我怎知外面这般风大，经验不足，早知该拿个比较大的。哎呀，下次我定会准备多些的。还有下次啊？夫人。夫人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呦，你们父子就知道偏袒袅袅，左拦右挡，我还能把他吃了？现在又来跟我卖好。袅袅是女娘，怎能与皮小子一样责打？之前你也说儿女不同，儿子是要闯大祸。女儿寻人嫁了即可，
既然如此，责罚自也不能一样。将军说的这些话是想替袅袅开脱一辈子，是不是？为夫觉得，今日袅袅做的没错，明明是王家的娘子，先要索人性命。我怎不知？我只是气袅袅，她怎么就不分辨我们当时身在何处？那是汝阳王府，汝阳王是圣上亲叔，汝阳王妃一贯的专横跋扈，圣上见到他们夫妇尚且顾忌三分，行动都被约束，他难道就不能忍口气，少给程家惹事？怎么忍啊？泱泱都被推到水里了。你只看到袅袅性情不好，紧要关头他肯护着自家堂子不让别人欺负了去，若是那时袅袅佯装看不见，还真是没情没义了。程家人向来顾念手足之情，那孽障在这上面倒是没走了样，可他万万不该动了手，落人把柄。好好好，袅袅已经答应我们了，以后不再与人打架了啊。真是没想到，我萧元一有生之年居然担心自己的女儿打架，这次幸亏有林将军持证不阿，即使取来了物证才得以解围，否则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闹出什么模样。林将军，林不疑，他也在？嗯。袅袅他躲到哪儿去了？这隔壁屋怎么一点声都没有？听说带着联防躲出府去了。那怎么行啊，外面那么冷，再动出个好歹来。夫人，你还挺着急袅袅的吧？谁说我为他着急了？活该让他冻着，冻掉了爪子自然就不敢打人了。女公子想什么呢？怎么穿那么少？是程夫人不舍得给你衣服穿吗？想活命的话上车。哎，女公子，咱不能随便上外南的马车，大半夜在此怕是不安好心。他不是不安好心，他是有病没心。走快快快快，女公子。你这苦肉计使得颇有些自损八百啊。什么苦肉计？袁公子，莫要给人随便栽罪名。在我面前还装？听说王陵连玉昌郡主的生辰晚宴都未曾出席，足见伤得不轻啊。你放手！不过即便你要对付他，也用不着自残啊。那又如何？反正我也不怕他，大不了以后世家邀请我不去便是。原本家母还想过两日邀你，邀各府女眷过府赏梅。赏梅？嗯。你该不会是想相看我吧？这是我家不常用的紫鱼膏，不用感激我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伤有碍观瞻。这个不会毁我容貌吧？
今这副模样，还用得着袁某来毁？赶紧回府吧，别总赖在袁某车上。天寒地冻的，女公子这副尊容，就莫要出来吓人了。你没走远，你这是刚从谁的车架上下来的？阿福让你先回去，说是阿母已经许诺，只是罚你写字，其他事不追究了。写字？那还不如追究我呢。我想好了，我去投奔七世阿姊，去万府。兄们，再过两日阿母消气了，你们再来接我。刘芳，来，你跟阿轩他们回去，我走了。哈，林将军此次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万将军当真不知道，在下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吗？啊，大约是林将军得知万某喜欢收藏珍品，前来鉴赏一下。哈哈，此话好说，我万家的宝贝。林将军只要看上了什么物件，随便挑。蜀地堪舆图，万将军可否割爱？什么图？哼，逆袭图！原来林将军你也……蜀地堪舆图。啊，蜀地堪舆图。林将军此番如果是为这张图而来，那你就不必再说了。万某蜀地一役，若能得此宝图，早就称给圣上了，还烦您大驾来探查一番吗？当真没有？当真没有？当真不交？林将军，这没有，如何交？